8月28日，韩国男星全相佑及陈凯琳在中环出席珠宝品牌的开幕活动。已经很久没来香港的全相佑表示，虽然这次的日程很赶，但看到还有这么多粉丝前来捧场感到很开心。提到在网上看到很多他和家人在巴黎旅行的照片，全相佑就指这是和太太结婚之时的愿望。제가올해가결혼한지10주년이거든요벌써그래서10주년을결혼했을때결혼10주년되면은의미있게가족화보를한번찍자얘기를했었는데벌써10주년이돼가지고가족들과함께가서화보도찍고휴식도취하다왔습니다刚刚成为人气的陈凯琳以一袭黑白相间连身裙来到现场，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甜蜜的笑容。她透露，现在开始要调养身体，不只是为了生小孩，主要还是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点。也有的，那这个就不是要因为要生小孩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为自己的原因要自己身体要健康，所以现在也是留意多一点的。陈凯琳又指，今次是和全相佑初次见面，但对他整体印象感觉特别好。问到对方和老公郑嘉颖谁更帅，他就立刻表示：“你这样跟我说，我当然就是说我老公是最好看的，但是他也不错，因为我之前还没见过他。但是郑源呢，我觉得他真的挺帅的，还有很有礼貌。他一看到我的时候呢，都跟我说：‘哎，我知道你是2013的香港小姐。’”非凡娱乐，香港报道。